一只翻殖犬，应该后腿现在翻殖犬能看到的哈，你看这个乳头这么大，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下了多少窝了，而且这个乳头开始断了，我不确定是乳腺增生呀，还是说是奶头断的，没事，它嫩瘦的。这个的话肯定是找上你去救的，咱目前能做的话有点状态不太好，通过用药的话看他状态好转以后，我们用考虑他整体的局部的这个溃烂的乳腺和内侧主要治疗，你就是目前的状态比较差劲，稳定。对，现在的话就是可以替猫紧急出药控制住，把这种炎症再控制。又瘦，又脱水，并且眼窝凹陷，你看这个睫毛还内反，到时候的话可能如果说恢复理想的话，还得给他做手术，把睫毛到睫毛给他做一下，你看都扎到眼睛了，知道吗？Thank you.
给你做绝育不多真的，你又你不知道你少什么东西了吗？还在这去看这闻一闻嗅一嗅的。这营养餐吃的搭配。哦，好吃吗？哎，不吃啦。这是什么啊？快点快点，那快点吧。两个手才能给喊过来，一个手喊不过来了，现在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别好了啊，老板，你的绝育什么时候做？啊，那你法庭第一过，听到了吗？来了小月就不能谈恋爱了。他不理你了。来了小月不能谈恋爱啊，到时候都得。好呀。但现在的一个情况吧，还要等付豆豆的一个法庭期过了之后，然后咱们再去给他做绝育，包括其他的小猫哈也要陆续的都要去做绝育。可能是一个挑战，但是会更好，对吧？过后就是彩虹。你说希望这个希望这个希望院长也说了要做也能做，就是说稍微的体型你看看全是肉了，脂肪都显出来，你嘎一刀就能给宰了，你呢好你嘎几刀都是脂肪，你也不运动，你还进仓库把所有的好吃的都吃，你这么大体型怎么进去的？凶我怪我凶你，反我怪反你啊，跑步呀跑步呀跑步呀不好笑，别想绝啊，我不会凶你啊，跑步呀跑步呀吧。不过老婆幸亏不是我，看看辅助吧，这辅助吧真是恢复身体，人家身体也恢复的不错，你呢你完全为了一个口欲，就是想吃，凶你，把你得听着。小乖，从嘎完之后，就变得里边都变得郁郁寡欢了，安静了，生气了，你跑。没有为你好，骗你。行，你现在最起码你不围着他们转了吧？也不吵吵闹，也不吵吵闹闹的了，终于变得干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刚才笑喊那小拐子气的抓都走。你可不叫小拐，叫小真男人。叫真正男子汉，行吗？男子汉叫小汉，小男子汉。